翻係我哋45周年嘅校慶聚餐。45年咧，一個相當長嘅歷史。45年來咧，其實聖冠德中學一路喺楚雄村咧，係陪住呢個香港同埋呢個社區一齊咁成長。所以我哋咧係曾經係一個3年制嘅實用中學。我今日都有啲係3年制實用中學嘅畢業同學咧，係翻到嚟。我哋曾經轉為一間7年制嘅工業中學，後來我哋都係轉為一個7年制嘅文化中學。到現時咧，其實咧，我哋仍然係一個7年制嘅文化中學啦。不過咧，好快隨住新高中嘅發展咧，我哋又會進入一個新嘅階段。將來咧，我哋會有3年初中、3年新高中嘅一個6年制嘅中學。45年來咧，我哋其實冇改變過，雖然個社會改變好多。我哋隨住社會嘅改變而有過程上嘅一啲嘅變化，我哋都係繼續堅持住學校嘅辦學宗旨，同埋我哋非影人帶於人嘅校訓咧去辦學。希望咧，我哋嘅老師喺各方面嘅努力咧，能夠繼續喺呢個社區為主要係基層嘅家庭嘅子女提供個優質嘅教育，亦都為社會培育人才。最後咧，我喺度咧要多謝咧今日出席嘅徐主教啦，係我哋校董會嘅主席歐牧師啦，又係我哋校董會嘅成員，亦都係我哋聖十教堂嘅主任牧師，亦都要咧多謝咧係正山同埋日修嘅陳校長同埋何校長嘅出席。當然咧，我哋好難得咧，就係曾經喺度我哋學校工作嘅黎乃達校長同埋太太陳校長咧，都喺我哋當中。我亦都要好多謝咧，我哋嘅校友、教師嘅出席，讓我哋今晚嘅活動咧，能夠咧更加係有意義。喺呢個咁高興嘅日子，讓我哋將我哋嘅感恩同埋重責獻俾我哋嘅上主，請安靜同心低頭祈禱。真愛嘅主，我哋感謝你喺呢45年嚟。睇見你點樣帶領我哋聖冠德中學成長，並且見到好多嘅同學在社會裏面係好有建樹，並且能夠將你自己嘅愛去傳遞俾別人，更加將佢哋自己從你而嚟嘅能力嚟到去奉獻俾呢個社會。主啊！踏入46年，直至到今熙嘅日子，让我哋都恭敬仰望你，使到我哋要知道每一步都有恩主嘅带领。喺呢个兔年里面，愿意我哋像兔子嘅耳朵一样，去聆听你嘅呼召，同埋你对我哋嘅指引。羅校長、歐牧師、各位嘉賓、各位重要，佢又係往往咧喺不知不覺之中咧，我哋忽略咗嘅我哋嘅校友，以及咧我哋身體工作嘅各位嘅同事們。咁啊，45周年咧唔係容易嘅，差唔多半個世紀。咁啊，要講嘅説話咧。其實咧，就喺剛才羅校長佢短短嘅嗰個表達裏面咧，就已經講出咗我哋嘅辛酸。點解咧？因為隨住香港嘅學制嘅改變，隨住個社會嘅實際需要咧，你會睇到咧，其實我哋聖冠德中學咧日子咧係經歷咗好多嘅風風雨雨，但係得到上帝嘅保佑，亦都得到咧就係我哋嘅同工們。他們愛校終於聖冠德中學能夠努力來到去盡心呢，這個呢是使我們勝過這些風雨。你可以想像呢45年不容易過，特別是呢45年裡面是得到我們的家長們的信任呢就更加不容易，但是你更加可以看到呢，就是說聖冠德中學是必然因為呢我們能夠默默去耕耘，才能夠呢得到信任的。
盡心盡意盡力嚟到佢咧，讓佢作美好嘅見證。嗱喺呢度再一次啊，多謝我哋嘅老師，你哋嘅辛勞啊，以及咧啊你哋嘅付出。我相信咧，我哋大家都係有目共睹，並且係存住感恩心嚟到去接受嘅。多謝大家。多謝徐主任，係喺45周年校慶嘅好日子，我哋一齊舉杯，祝願母校係校譽若龍，校號蒸蒸日上。亦都祝願我哋在學嘅同學中英兼善，文武全才，品學皆優。亦都祝願我哋在座各位校友、各位嘉賓身心康泰，主恩常眷，飲杯。Yeah.
嘅獎品。呢位係范俊傑，今晚係46。我俾掌聲佢，多謝，多謝曬。第三份係9號嘅獎品，我聽校長啦。得獎者係羅君文，今晚係256號，恭喜曬！之後呢一份咧就要 show 俾大家睇啦！哇，真係望見都想我翻屋企啊，係嘛？好，咁咧而家咧就有請校長抽啦。究竟係邊個呢？好，呢、這個個 number 係比較大嘅，嚇、啊，佢個名叫做周卓全啊，200號 number。好，恭喜曬！好重啊呢、這個，好。好，最後一份暫時呢、這、一個呢一、這個環節獎品，11號嘅獎品。Yeah.
叫你一直話咧係一個籌款啊，一個聖本德中學基金嘅籌款。我哋雖然呢度人唔好多，但係咧，我哋總共籌到7691蚊，7691蚊，非常之大家。